欢牛肉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美。回锅肉我做了哈，回锅鱼我也做了。今天买了款牛胸肉哈，做个回锅牛肉。做回锅牛肉先用牛胸肉哈，黑色香精啊，也就是烧烤中他们喊的全装，切成丁丁，穿成圈圈烤烤啊。阿哥，点火嗯，要再开个。凉水下牛肉，下了葱姜，八角香菜桂皮，料酒，烧开了煮熟，再洗点配菜，切红的洋葱，再切点葱姜蒜玉米。煮水后捞出放凉，再改刀，再切成厚厚的薄片，烧油，锅来下牛肉，煸熟牛肉，爆出灯盏味了，放入豆豉，葱姜蒜火火，一勺豆瓣儿，下入所有配菜，来点白糖提鲜。给烧起冒冒烟，要得了起锅，就这个回锅牛肉，我后几天评论你买过，小红心你没给吗 ？Thank you， 来呀，我请哦，要得很个，来嘛，上下这个回锅牛肉，吃过吗？我有回锅牛肉没吃过，回锅牛肉吃过啊，我也头疼，还可以。哎，说明猪肉好像好吃点。那猪肉好像也牛肉好吃。嗯，有嚼头啊。那这块就专门拿来吃回锅肉的哦，牛胸肉。回锅肉就一个字哈，下饭。牛肉吃有点嚼头啊。猪肉是叫啪叽啪叽的，那我蒸一下。哎呀 ，Hello， 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了。如果喜欢我，想互动的请关门。关门，我咋个？我们的人，拜了个拜。爱我。嗯，爱你，两位好。